是的。嗰日同我對調嗰個女仔，而家喺邊度？後來陳世官就當佢自己女咁養大咗，仲許配咗上屬世家嗰個蔣石庭做新抱，佢而家喺朝廷算都仲仍然十分寵愛。 大媽，好多謝你呢幾十年對我忠心愛護。不過可惜，我而家已經係當今大清皇帝，端唔能夠俾人知道我有一段咁不尋常嘅身世，所以。 你雖然係一手將我殘殺，但係你都難免一死。人呢？賜佢一杯毒酒，呢件事。
你为咗隐瞒自己嘅身世，竟然连一个同你有咁密切关系嘅几十岁白夜婆都唔肯放过。我系迫于无奈。其实每当我谂翻起呢件事，我都十分难过。你系一个汉人，呢啲事有咩值得遮瞒？事实就系事实。头先你已经照过镜，你有边一点系似满人？但系你偏偏帮住啲满洲人嚟欺压我哋自己皇帝子孙。你讲啦，你咁样做唔系不忠不孝，又系乜嘢？你无谓多讲。今日我既然落喺你手上，你要杀就杀啦。我唔会杀你，哥。我哋曾经有过誓约，大家永不互相加害。呢啲说话言犹在耳，唔通你已经唔记得咗啦？咁你想点啊？唔通你要我将个皇位让俾你？唔系，你仍然做翻你个皇帝，但系我希望你唔好做一个不忠不孝嘅皇帝，而系一个仁孝英明嘅开国之主。开国之主，阿哥，我希望你将满洲人赶出去。你与其应贼作父，遗臭万年，何不发奋图强，建立万代不义之基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哋一样会拥护你嘅。况且你呢个皇帝只是承袭祖先的余荫，有什么值得稀罕？你望下窗下边，你睇下，佢同你都一样系人，所唔同者，只不过你系生喺帝王之家，所以你就系皇帝，而佢就要辛苦耕田。如果调翻转头，你系生喺农家，咁你而家何尝唔系一样要辛劳耕作？哥。我以为人生在世不过是匆匆几十个寒暑，我希望你做一个真正的英雄豪杰，而不是做一个亡国之君。哥，你认为怎样？我准备从这上面开始。哎老太婆快点来啊。
怪啊！呢两个人系边一路嘅人马呢？佢哋为咩事要攻入嚟呢？佢哋嘅身手真系厉害，竟然连我啲兄弟都拦佢唔住。老弟，佢一定系嚟救我嘅。你嘅臭丫头，既然系老娘嘅手脚，快啲拉出去！如果唔系呢，老总，吓，你系边度嘅老钳婆啊？竟然咁大胆嚟到呢处杀赖啊嘛！哼，废话少讲，皇帝喺边度？快啲交出嚟！如果唔系，冚唪唥杀晒！哦，听你嘅口气都几大喎，你未曾知道本大爷啲厉害啊嘛？你讲咁多，将皇帝交出嚟，勉上和气。哦，原来你哋就系想嚟揾皇帝系咪啊？我话俾你听，皇帝就喺最高嗰层，有本事嘅即管上去，如果唔系嘅，乖乖地就翻落去。笑话，哼！你呢个老头子口硬无礼。咪讲咁多，你顶住啲无名小卒，等我上去攻落嚟，你直杀上去啦。好。睇成呢两个功夫都唔简单，我哋认真要小心啲啊！嗯，走啦！啊，奇怪，头先轻功飞上嚟嗰个人，虽然快到睇唔清楚啫，不过照睇佢呢副咁嘅身手，睇嚟，我都系唔好立面喐手，睇定啲比较好啲。咦，爹啊，六老前辈应该喺度看守住噶，点解唔见咗佢咧？嗬，呢件事佢唔使理事，最紧要睇住呢个摆谱，唔能够俾佢再冲到上一层噶。系。真系唔明点解底下十一层咁多兄弟、咁多前辈高手，都居然阻挡唔到两个人呢？呢两个人到底系咩人嚟嘅呢？唔使谂啦，佢两个系嚟救我出去嘅。哼，就凭呢两个人嘅力量就可以救到你出去？我相信陆续会有救兵。少爷。爹，不得了啦！个李可秀带埋成班军队打到嚟啊！而家塔顶咗个古灵精怪法医工窜咗落嚟，同道长喺度打紧。你快啲通知下边嘅马大哥，叫我哋马上去入塔里边先。系。哎，停手！呢位前辈，有咩指教呢？我嚟问你，皇帝喺边度？我就系皇帝，我就系皇帝。你系皇帝啊？喂，老手，有事慢慢讲。呢位老太，请问尊姓大名？你问我是边个？我问你先，你呢把短剑点得嚟嘅？呢把剑系我个朋友送俾我。乜嘢朋友啊？你系皇帝嘅侍卫，佢点会送把剑俾你？天池怪侠系你咩人？天池怪侠系晚辈嘅恩师。哦，唔怪得啦。头先我一睇你嘅出手，就知道你嘅古灵精怪招式，你师傅
雖然係古靈精怪，但係佢都向為人都正人君子，真係估唔到你係佢嘅徒弟，咁丟師傅嘅面，投向清廷做走狗。喂，你唔好亂講噃，佢係我哋嘅總舵主，你真係有眼不識泰山。嚇？你哋係紅花會人？冇錯啦，我哋就係紅花會。咁啊，點解投降清廷啊？老前輩，你誤會啦，我哋紅花會一向行俠仗義，點會話向啲滿奴屈膝呢？老前輩，請坐低慢慢傾啦，好嗎？我而家問你啊，你呢把短劍係點得嚟嘅？係一個回報嘅朋友送俾我嘅。哦，你係咪識得翠羽黃衫？冇錯啦，呢把短劍就係霍青同姐姐送俾我哋陳大哥嘅。點啊？你咪識得佢啊？如果係嘅，我哋就係自己人嚟啦。佢係我嘅徒弟。原來天生相應，兩位老前輩光臨，我哋晚輩冒昧，有冒犯之處，請老前輩多多原諒，請受晚輩一禮。既然我哋係自己一家人，點解你幫住個九皇帝唔俾我殺佢啊？喂，你唔好恃老賣老噃！呢個皇帝我哋捉翻嚟嘅，就算要殺，都係我哋殺先。冇錯啦。嗯？咩話？你哋捉翻嚟嘅？呢啲係咩一回事啊？前輩，呢個皇帝的確係我哋請翻嚟嘅。起先我哋以為前輩你係清宮嘅侍衛，前來救皇帝嘅。所以我哋一路都拦住你，但系可惜老前辈嘅武功的确系高强，我哋咁多嘅兄弟都阻拦唔到前辈，所以先至会发生呢一场误会啫。咁你哋又唔使咁谦，你哋啲朋友都十分了得，如果唔系啊，一早就迷我手脚啦。上面梗系道长同埋你嗰位前辈喺度打紧啊！吓，唔紧要，等我叫翻我当家落嚟。喂，老头子啊，落嚟啊！喂，老头子啊，落嚟啊！喂，老人家，快啲入嚟啦！走啊！哎，我当家咧，佢个脾气就系咁，好似火药咁，一烧着咗咧就冇法子熄得噶。哎，你话烦唔烦啊？你哋唔好理佢啦，由得佢打住先啦。呢位系哦，原来你就系雪雕关武师傅啊，老夫久仰啊！不敢不敢。呢一位就系铁胆周仲英，周老英雄。周老英雄，失礼。呢一位就系我哋十二当家石双英。老前辈，刚才失礼之处，请多见谅。不敢。呢一位。哎呀，好啦，唔好打啦。咩唔打？见到啲靓仔运气大落，同你哋求情啊？我话你都癫啊！食埋啲咁嘅干燥，人哋系红花会人。红花会啊，系，我招，哎，又打过，又打。两位前辈咁样打法，唔知道打到几时先能够打完。萬一其中一位受到損傷嘅，咁岂不是誤會更深？唔得，我哋要諗辦法制止佢先得。我哋嘅當家咧就係死牛一邊頸，等我話佢。喂，唔好打！你兩位唔好落去。去嗰邊坐低。唔好同人打啦，佢系自己人嚟嘅，算啦。咪打字，你系边个？两个都系高手，都系陈兄。乜你唔认得小弟啦？你不妨
睇真下我啊！哦，你就係面裏真綠非青啊！冇錯啦，大嫂啊，多年不見，你嘅功夫越嚟越好嘢喎！啊，原來陸大哥，老前輩啊，點解你會喺窗口出邊走入嚟嘅？哦，本來我就係守住呢層嘅，頭先我喺窗口算望見有人嚟揾皇帝，況且佢哋嘅武藝咁高強，我知道一定。是有不尋常的事，我和天山相映兩位相識了幾十年，雖然是沒有見面，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呢，我都還記得的。他兩位就是俠士高人，怎都不會跟朝廷做走狗的，所以我不是不敢動手，跳了出去看看先。哦，阿陸兄啊，咁啊好在你不動手啫，如果不是你都打埋一份，咁你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打到立立亂亂咋？嚇！呢就叫做不打不相識噶嘛。係啊，等我同阿陳兄你引見引見嚇。呢位就係叫做毛陳道長，係紅花會嘅第二位當家。呢位陳兄叫做陳正德，佢同埋佢位夫人雪雕。兩個在江湖上合稱的呢，他叫做天山相映。哦，真是失敬失敬。國長國長道長，你的劍法都算不錯，打法好像跟別人有別，不知叫做什麼名堂呢？唉，我這些雕蟲小技，如果跟閣下劍術一比，真是大為失色。你兩位都是高手。道長所使的呢，就叫做奪命追魂劍，陳兄所使的就自成一家的，叫做三分劍術。是嗎？你們兩個半斤八兩。什麼話？奪命追魂劍都不見得怎奪命追魂法了。喂，你大家都是旗鼓相當了，若果唔係嘅，點會玩得咁耐啊？我老祖都話道長係好嘢咯。咦，陸老兄，你手上呢把劍幾好喎？叫做咩寶劍啊？呢把咪叫做迎壁劍，係喺個朋友等低嘅。哎，頭先啊，好彩有呢把劍，如果唔係啊，我都不知道怎樣分得開你們兩位的高招啊。等我來介紹，這位就是紅花會的總舵主陳家樂。哦，原來就是天池怪俠的高足啊。正是在下的家師。是的，兩位既然大家認識了，那麼在下也不怕冒昧請教兩位，為什麼會追蹤皇帝到這裡呢？是咯，本來你兩位應該在天山享清福的，點解咁遠水路嚟到江南為乜嘢啊？唉，咪就係為咗我嘅小徒霍青銅嘅事啊嘛。係。霍姐姐佢點啊？自從你哋劫咗啲軍糧之後，清兵啊打敗仗啦，咁木老英雄咧就趁勢同佢講和。咁啊，點知道冇幾耐，嗰啲軍糧又運到嚟啦，侍衛將軍咪繼續又是打胡人咯。清廷嗰啲人真係唔講信義嘅。係咧，咁樣木老英雄而家點啊？唉，如果打起上嚟啊，木老英雄就梗係唔夠打啦。啊，咁所以你哋都唔知道佢而家幾慘。佢叫我哋去就係為咗呢件事去商量。我哋都唔想插手噶，喺呢度又話俾人聽，你自己唔想插手，對住木老英雄嘅時候，你又咁巴渣。哈！而家你真係怪我咯噃，你有冇親眼睇到嗰啲回人過嘅日子幾淒涼啊？啊，又係你自己話嘅，誒，我哋唔可以袖手旁觀嘅，係咪啊？啊，你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兩個梗係咁嘅。三句唔埋兩句就嗌交噶啦！好啦，咁兩位有冇打算過點樣去幫助木老英雄有冇呢？本來呢，
我哋想殺咗個少尉就算數啦。後來諗深一層，殺死咗少尉，皇帝又會派人去嘅啫。不如乾手淨腳殺死咗皇帝，咁就解決啦。咁真係唔好意思啦，我哋捉咗皇帝嚟呢度，累到兩位前輩白走一次添。哦，你將皇帝點辦啊？我哋想先攞落佢個威風，然後慢慢同佢商量大計。咁唔爽快嘅，一刀殺咗佢咪了決啦。唉，國家大事唔係一刀兩劍就可以解決得咁簡單嘅。你個老道人，頭先我讓咗你幾招，你好似當咗自己好叻咁喎。呀，咩話？你讓我啊，真係笑話啦。哦，你唔信啊？再打過啊！打咪打過，嚟！阿二哥，二哥，算啦，算啦。我就睇唔慣你啲咁沙塵，以為自己好了不起。決過勝負之知，嚟啊！嗱，我話俾你知啊，如果我輸咗俾你啊，我無塵呢一生再唔會用劍。真係估唔到你幾十歲人，咁大年紀啦，連俾個徒弟霍青同都比唔上。咧，霍姑娘就唔同啦，佢明白事理，知道邊啲係自己人。哦。你咁算鬧我啦喎！我而家教訓你啊！嚇，你話咩話？哈哈哈！好嘢好嘢，白夜公啊，我啊時時都鬧你話你老糊塗啊，你又唔肯認啊！咧，而家人哋都係咁話啦啩，你服未？哼！老前輩，唔好再嬲啦。雖然我哋二哥佢嘅劍術係高明，但係同起你比起上嚟，當然係老前輩嘅火候到家啲啦。既然你哋兩位嘅功夫亦都有目共睹嘅，咁又何必再比呢？哼，你唔使咁客氣啦。你師父係世外高人，平時唔同我哋凡夫俗子交手嘅，不如你嚟同我比下，等我領教領教。哦，如果晚輩同前輩比嘅，當然係晚輩輸啦。就算係恩師平時提起天山雙鷹兩位老前輩，佢都係十分敬佩嘅。敬佩嘅唔係我，係佢啊！哈，八爺公，你當住咁多新朋友面前嚟喊埋啲咁嘅乾草，你而家醜唔醜啊？哼！哎呀，陳英。你兩夫妻夾埋成百幾歲啦，為啲咁嘅事嗌咗幾十年都嗌唔完。你唔使多講，老道人，我同你打過。好啊，不過咁要打唔喺呢度，落塔底下打。唔落去嘅就唔係英雄。請啊，好。莊郎主，你睇下。咦，系清兵嚟噶？爹啊，我谂佢哋一定系嚟救皇帝噶啦！大家马上准备。周姑娘，系，请你通知塔下边啲兄弟啦。好。弊啦，陈大哥落咗去，一定会同佢哋打起上嚟。唔得，我要落去帮佢手。准备，准备好，准备，快啲。你系边个？正正地将皇上交翻出嚟。哦，你扮无耻嘅走狗嚟搵皇帝系嘛？喂，你条死老鬼，竟敢闹我哋走狗啊！你家未死过？哎，一出嚟！好高招啊！废话少讲，我睇你都唔系红花会嘅人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正正地将皇上交翻出嚟，皇上平安又是可。如果唔系，唔使多讲，最好你哋将皇帝交俾我。如果唔系嘅，我一个一个送你啲归西啊！岂有此理话！你仲口出狂言系嘛？去去去！老英雄，我帮你手啊！好嘅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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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主啊，我睇我要同阿陆兄落去帮手至得喎。两位前辈，你哋唔好落去帮手。如果你落去，嗰啲侍卫一定唔够你哋打嘅，所以佢哋咧一定会动用弓箭手。我唔想我哋有啲咩损伤。嗯，咁但系总唔能够由得道长同埋陈兄喺下边应付嘅噃。我有办法制服佢哋。你哋几位留意下边嘅情势先，必要时先至好帮手啊。好。钟楼主啊，佢哋喺下面打起上嚟喎。我知道，你要两位落喺下边，随时准备帮手。我留喺呢度得啦。知道，九哥，我哋落去。好。我知道佢哋迟早都会嚟救我。哦，我以为你仲系开心得太早咧。哦。唔通你敢喺呢个时候杀我？即使你杀咗我，你都未必走得出呢个塔啊！我唔会杀你，皇帝系一国之宝，应该系要嚟用，唔系要嚟杀嘅。但系，如果你唔听我嘅指示，咁我就唯有杀咗你。我做得到的，但是我们是兄弟，是手足。在这个塔下面，我有更多的兄弟，更多的手足，杀了你，我就可以救回他们。啊，你想怎样？你哋唔好打，朕喺呢度。你哋全部停手。皇上，皇上喺上边啊！皇上万岁！朕喺呢度有事，你哋唔好骚扰，叫佢哋全部退后。啊，叫啦！你哋全部退后。啊！睇嚟总台主已经制服咗皇帝。如果到头嚟放咗佢，咁咪即系冇用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可以正正式式咁倾下。我哋仲有咩好倾？咁你就错啦。我哋要倾嘅嘢好多，而且仲十分重要添。我睇无谓多此一举。我而家既然落喺你嘅手上，你想点就点啦。咁我真系替你可惜，替我可惜。你可惜咩嘢？我一向以为你是一个雄才伟略之人，我庆幸阿爹阿妈能够生到一个咁好嘅仔，我亦都庆幸自己能够有一个咁好嘅阿哥。但系而家我只知道，你知道乜嘢？你原来不过只是一个外表好睇而实际胆小嘅人。吓？我点胆小法？而家喺我面前。似乎对于死不是很在乎，不过不怕死
并不等于就系勇敢啊！匹夫之勇有乜咁可贵呢？一个人要能够创立大事，解决国家问题，咁先就系大勇者嘅所为。而你就一啲都做唔到，哼！咁你亦都太睇小我啦。我并唔系唔能够创立大事，我只系唔愿意喺人哋威逼之下而决定任何嘅问题。中国历代以来有好多开国嘅君主或者系英雄人物，佢哋都系迫于形势嘅。我知道你系一个有才能嘅领袖人物，只要你有决心恢复汉家天下，咁样我哋呢啲草莽豪杰一定会听你嘅指挥，甚至我可以保证，佢哋会对你十分尊敬。点啊？我哋而家就系等紧你嘅决定。哦，我明白，你系咪对我哋有所戒心？哥，我唯一嘅希望就系想你将啲满清人赶出关外，咁我就好心满意足。到嗰阵时，我就会归隐西湖，同班兄弟赏花饮酒，安享晚年。咁又点得？如果能成大事，我一定要你喺我身边，辅助一切。唔得，我哋说话在先，到时你一定要准我退休，因为我呢班兄弟佢哋都系出自贫苦家庭，唔识得咩所谓礼法，到时反而会失咗君臣之礼、兄弟之义。咁我哋就决定咁做啦。